其实李文啊，他的这个性格是 C 型人格哦。那请问翠芬 ，C 型人格是什么样的特质啊？其实 C 型人格这个 C 吼是不太好的意思，它就是 cancer 的意思。哦，所以这么严重，人格有 cancer 这个人。我们有一个心理学家，他做了很多研究，发现说会得癌症的人通常都有所谓的 C 型人格。那你如果有 C 型人格，其实是不好的人格，是好的，但是相对的对你自己不好。就是说 C 型人格大部分都是做事非常的认真，一丝不苟。然后对别人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努力去配合。可他也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压力。